就是说哈，要怎么样建立资料库了哈？那资料库这边有一些画面，所以这边已经有一个完成的画面。那等一下的话，就是类似这样的，我们要产生一个资料库，叫做问题一，然后放在哪里呢？放在我们的范例里面。那这个问题一里面呢，要放一个问题一的资料表。这个资料表里面的栏位有这些。OK， 大概的架构是这样。那基本上哈。如果你要类比的话 ，Excel 的架构哈、跟 SSU 有什么关联性？你可以大家类比一下，就是说，Excel 的档案基本上跟 SS 很类似，就是档案的形式。那一个资料库哈、就是一个档案形式存在，所以 SS 一个档案就是一个资料库，那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表。那这个资料表如果对应到 Excel， 就是所谓的工作表，也就是说呢哈。那工作表里面呢，我们 Excel 里面上面不是都会有那个栏位的名称吗？那栏位名称基本上对应到 SS， 也就是它的栏位名称。那你会想说，那两个基本上很类似的东西，那为什么要分开来用呢？基本上我讲过嘛，有几种可能性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资料量非常的大的话，建议用资料库，不要用 Excel 来处理，否则的话效率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可预期的状况会发生。所以还是必须把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来储存，来存取会比较有效率啊。第二个是说，如果你是多人存取，比如说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存取这个资料，然后你可能很多人都用同样一个表单在输入资料，或者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类似进销存好了，可能很多人同时要都是业务人员，他们有可能有买卖的记录存在，那最后你要整合嘛，那整合怎么做呢？还是需要用到资料库，不然的话你到底怎么办？以前档案式的，用 USB 嘛，每个人 call 在一起，然后全部再把它合并在，每天如果做这件事情你会昏倒，而且很容易做错，很容易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用资料库，这问题就搞定了。OK， 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大概状况。那再来的话，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资料汇到那个资料库里面去，并且帮我产生我要的结果。第一个的话，因为这个资料如果我要全部汇入的话，那因为它有对应一个资料，对应一个那个工作表，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一，请各位开启那个资料库的位置，那个 SS 的部分。那它的位置是在那个 Office 里面有那个 SS2010 哈，第一步先把它打开来。第二步的话，我之前跟各位讲过，就类似，就是说它是先存档再放资料，所以呢，请各位浏览一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档案放在我们的问题一的范例里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上课范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请各位加一个问题一好了哈，这边有问题一。就是在里面增加一个问题的资料库，按一个确定。